其实我也听说过很多外国人是坐车过来的，我还挺感谢他们能来到现场。但我们真的希望说，我下次有机会能来到伦敦开一个演唱会，让大家真正能在舞台上能享受这个舞台上的那种感觉，听觉、视觉的感觉和一体的一个演出。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些一小时吗？透露点什么消息？先表演一下，一秒钟。我也很坚持。因为我们这边是也是代表粉丝利益嘛，就尽量帮他们争取。嗯，好，下次有机会。还跟你好，我也是伦敦华语的你。我知道其实你可能很惊讶，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在英国伦敦本地的朋友也知道你，很喜欢你的歌，很喜欢你，欣赏你。你可以简短的就说一句英文跟他们说一句话吗？就是我有很多这边英国人的，就是你的粉丝，他很想听你说，跟他们说一句话。跟他们说一句话。用英文，谢谢。用英文。一点可以。如果我要会英文的话，不管我什么。这一句。好，说一句，那有什么？比较。I love you。全世界人都知道。对，这个他们应该很开心。我的语都少了，韩语都要吗？